给，谢谢。你的，你的，不要。你干嘛不喝？你知道我们认识多久了吗？不是，你知道我为什么？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不是，你知道我为？不够漂亮吗？哎，不是，你知道我？还是我不够瘦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没有兴趣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闺蜜太漂亮了呀。